手游酷玩。植物大战僵尸二国际版派对关卡第147天。这关的话是这个三个像保龄球一样的这个结果，僵尸还是这个大头僵尸。这个花可以把这个僵尸让它走得更慢，从而让咱们攻击的时间更长。这个看爆大头僵尸也出现了，这有一个僵尸飞奔而来呀，咱们用一个植物挡一下的，它会撞进我们的这个植物，瞬间就可以把咱们植物给撞没。咱们上一个这个减速啊，时空裂缝已经开启了。开启了这个时空裂缝，咱们这个需要多放一些这个保龄球。我去，上面失手了。我去，时空裂缝现在开这么多，这个音乐响起了，这僵尸大面积的进攻啊。就是海滩里边那个僵尸非常的恶心，用过来一个这个八爪鱼把咱的植物给吸入，那就剩上面跟下边的两个地方了。成功过关。